至於灣仔金紫荊廣場，朝早亦都舉行國慶升旗儀式。升旗儀式朝早八點舉行，警察護旗方隊以中式步操進場。向國旗！行政長官李家超、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、多個政府官員、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代表、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、曾蔭權亦都有出席。消防船、水警輪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分別在海上和空中致敬。今年升旗儀式繼續不設公眾觀禮區。